楼下。你有留着？生日快乐，谢谢。那你赶快吹啊，快点！吹啊，吹啊，吹啊！好，吹一个吹。加油！红中啊，还有一节的时间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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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切切，等一下，切切切，好，切切切，对，不可以把蜡烛切掉嘛，你就把它拿起来，啊，切好的，哦，哇，好厉害哟，切切切，好嘞，哎，切，哇 ，sorry， 又不理我，要踢到我，遥控器，然后所以刚才是因为踩到遥控器。哦，想给我录，想拿到吉利好，第一期大胆不睡觉，想拿到吉利好，放这放你，可不可以拍别的？可以啊，都可以，想拍哪里？住不下了哈，老公没下去。哎呀，我真住不下。好厉害，你还有那个。老公是慢慢吃，对不对？慢慢。想拿到吉利好。滴滴答答不睡觉，想闹钟，起尿当做梦里最轻了。小小的妮妮出了，害我差一点吃着。妈妈说我责怪你，是我赖床没顶到。就那个，想闹钟，起尿滴滴答答不睡觉，小王子起尿当做梦里最轻了。小小的妮妮出了，害。点吃的，妈咪说我最乖，你可不可以一直？哎，可不可以一直晃来晃去？可以啊，不要啊，你要手要稳啊。啊，你想拍哪里就拍哪里。很好拍。要再掉地上哦。知道。掉到地上就完蛋了。贴纸。妈咪，要不要我录你？你可 sorry， 你可。想拿东西。睡觉，小闹钟，起床，帮助了你最勤劳。然后小神经你出了，害我差一点迟到。妈妈说我责怪你，是我赖床没醒的。小闹钟，你都不理我。小闹钟。起立啊！滴滴答答不睡觉，小闹钟起立啊！动作让你最勤劳，小子你你出，害我差一点迟到。妈咪说我责怪你，害我这次提醒到。好厉害呀！小闹钟起立啊！立刻！立刻！我才不如答应妈咪的。小小一起进去录，好棒！去毯子上就可以录，谁要进去录？好厉害！对。